哇哦，今天来这个地方呢，是这里一个很少人来的地方呢。那这边有一个冰川哦，叫 Rud Rasmus Rut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是在格陵兰的东半部哦。东半部本来就很少人来了哦，然后又距离东半部的这个 Kulusuk 又有差不多将近100公里的北边哦。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扎营，会扎2天的营哦。那这里都是人烟罕至的地方。那当然呢，这有为了安全的因素哦，是我们的向导呢现在在生火，你看到没有？现在生火，那准备我们今天的晚上呀，barbecue 啊，好，然后这里有大帐篷哦，那也有我们的餐棚，OK。那这里呢，因为呢就是没有水啊，没有电啊，当然啦，这水就是天然的水了哈。那电的话呢，我们手机要充电要拍照啊，哈，明天为了要摄影啊的器具啊，所以呢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就自备带来的太阳能板啊、哦，所以太阳能板，哎，在手机在充电，来你拍一下，来，那手机在充电哈、哦，好，OK，还蛮好笑的哦，蛮有效的，就刚刚已经充好一台了，现在第二台充好了，啊，那秀明去取水回来了哈、哦，对，这个水可能要静置一下哈、哦，因为穿着装还是有点。我刚刚喝的时候有下面有点沙子，对不对？要等它静置一下哈、哦，那个水很好喝，很想喝。这上面都没有人了啦，哈、哦，都没有人，是都没有没有这里没有人住哦，都完全没有找不到人的，对，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哈、哦。那这里呢，其实听得到那个冰川裂解的声音，啪啪啪啪的哦。对，我们刚刚在开路之前还很大声，好，那是。